为了推广健走，保持身体健康，蜀立双和医院将在十七号举办万人健康齐步走的活动，邀请民众一起到烘炉地登高。除了可以在健走的过程中沿路欣赏美景，主办单位还准备了相当精美的礼物，以及规划健康云游会，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。出发！健走好处多多，除了经济又实惠外，又能欣赏沿路景色。我为了继续扮演健康的领头羊，蜀立双和医院将于十七号早上举办万人健康齐步走活动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健走。而主办单位表示，只要当天报名并走完全程，就能将精美的礼物给带回家。各位中和地区、板桥地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双和医院在三月十七号的早上八点钟到十二点钟，会在我们的烘炉地举行健走活动。只要你来参加，我们就会送你纪念品。如果说你能走完全程的话，还可以参加摸彩，最大奖有 iPad Mini， 还有 iPad 4。希望大家可以来拥有健康，并且带好礼回去。而活动当天早上八点，将在南山沟分洪道篮球场集合，一路往上至烘炉地南山福德宫第二停车场。而在终点站还设有健康圆游会，提供免费的美食外，还有健康检测等相关摊位。也呼吁当天参与健走的民众要携带健保卡，为你的健康做把关。好的，我们在当天活动呢，我们在烘炉地的上面呢，我们除了可以摸彩之外，我们也有准备免费的现场的活动，可以检查你的身体健康，还可以学习很多健康方面的知识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而主办单位也准备了免费接驳车的服务，民众可以在捷运南势角站四号出口搭乘，或坐249670号公车，以及中和区免费接驳公车自强国中往横路里的班次，一同来参与这场春季健走盛会，走出健康，也走出快乐。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